ごきげんよう、アゲンです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收到了一个包裹，你们猜猜这里面是什么？请把你们的想法打在留言栏里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我们先打开来看看吧。哇哦，是这个，当当，东京天际线的乐高模型，你们猜对了吗？猜对的话，请在留言栏里扣一哦。哦，没错，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一起拼乐高吧，耶！让我们实际打开来看一下吧。哇哦，拼出来应该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里面有一些介绍，就是有一些这些著名的建筑的介绍，比如这个是东京塔 Tokyo Tower 的介绍，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有名的建筑的介绍。然后零件包的话有一二三四五包零件包，应该拼起来很快吧，不算是难度很大的那种。闲话少说，开始拼装吧，耶！首先呢，先拼这个底座。不懈努力，现在已经底座已经差不多有点样子了。这边还是 Tokyo， 现在开始拼装这个灰色的这个地板。不懈努力，这个地板灰色的地板好像也差不多拼完了。现在开始要拼这个红色的部分，也就是东京塔了，耶！把底座已经完成了，想把它安上去。
哒哒，东京塔底座，继续造塔。这个东京塔我觉得还原度还是蛮高的。好，拼完东京塔之后，我们来拼一下东京塔旁边的这个小的寺庙的塔台。 Let's go。できました！噔噔，东京的天际线完成喽！这是东京塔、晴空塔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大厦。然后这边有这个商城、富士山、樱花树，还有这个寺庙啊之类的，也还原度还是很高的。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呢？如果你们喜欢这类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个赞，然后别忘记 follow， 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